欢迎收看《即时新闻现场》，我是钟继荣。新闻开始要看到最新消息，早上6:40，嘉义县布袋镇一处平房惊传火警，一位行动不便的78岁妇人受困其中，警消获报之后赶往抢救，在6:58入内找到妇人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呼吸心跳，现场燃烧面积是40平方公尺，至于起火的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。张撼动社会，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